干嘛干了，把人Q着了，我们怎么的？炫！哎，上当了！他不全死了吗？时间和暴力。该轮两个头，波比两个头。 盖伦两个头能买啥呀？买个红宝石，买个鞋，或者是买两把长剑。我该听谁的呢？杰大师。 还是一把妄自尊大的炉具，一个长剑，一个短剑，给我俩卡兵线，杀光他们！ 让我下当了，我怕他死不了，你知道吧？还是稳一点好一点。可是要杀的还有那么多。稳健三。好吧，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我才是武器。 你只是工具罢了。谎言会让你心安，不是吗？小驴人打野，没怎么见过啊，但确实是挺新奇的。 三把长剑加个鞋，好像有点少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暴风雨前夕的期待。
不对，还是杀戮最合我意。点破。打我！他点岩穴，减速钻入你的身体，出来。打不死我，那次我就不上了。弱者才逃跑，联手战斗。你就是因为这种愚蠢的想法才被监禁的吗？你让我有些嫉妒。差二十块，等一会儿。这盖伦这都不去帮猴哥吗？说吧，是不是你走投无路了才找到了我？放肆！怎么回家了呢？我精通战场上的每一种武器，一把喋喋不休的蠢物件会例外。减速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别急，去！他的 W 和他的骸骨全在，我们打的不合适。走，打个红的。这可是最后一刻，放弃挣扎吧，我向你展示。去中路杀个辛德拉。慌的啊！卑躬屈膝的奴才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我来当你的师傅吧！是，钻入你的身体，出来 A， 是，钻墙，减速。闪现血套点钱，不是很赚，但也不亏。我们变身了。Killing spree。660。队友到哪去了？怎么没个队友？感觉一个人搁那玩儿，我操！这双腿得花点时间习惯。哇，这盖伦推挺快呀、啊，这不塔要推没了。我怀念这刻太久了。
别闪呐！这闪，我操！不闪把他反杀了。别打了，你打不过他，走吧。没个队友啊。真正的刺客，杀一人就重任。断灭桃花，一个也别救，这才是解放。盖伦给我裸了个反甲，这加速器不行事儿，一能老掉。感觉放大好像有点亏了，都是我干的，亏了，我大他好，他一会儿下锅没大招。但我也没有技能了，把红拿来。新的主人。没打。打了再回家。这就一直追，非得追，也不知道追个啥。下路杀了十二个，我操了，十五分钟杀十二个，真吓人呐！屠杀、暴击、骚乱，先知道哪样呢？没有大，整个大招吧。
你们猜一下，我去波中路，看看能不能把这波比杀了。600。猴哥就非得要杀我。那亚斯特可不会了。你要干啥呀？这跑什么？他有红惩戒，而且那猴有分离者，我没有大，你以为我很幼吗？我不是很幼。我刚才有个15，我肯定跟他打。他要没给我套红惩戒，我可以跟他打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莫甘娜有钉，波比还是1000，看看能不能把波比杀了。波比一杀，我们直接15 ，OK。里头有眼儿。对，我有什么计划？道路简单，杂乱，可靠。算了，我还是去上路杀盖伦吧。盖伦不看着，他又得推塔。还让他推。我已经开始想念屠杀。已经在虚无的位面中哭泣。存在。我有什么计划？道路简单，杂乱。猴哥非得过来，猴哥也瞎蛋子。28个血，他们家这波比怎么看不见人啊？有盾呢，打红去走。阴影是真的，教官的日线那就未必了。浩劫骚乱，想知道哪样的好难选。我去，100块。
先给你们花点钱。猴哥为什么非得给我送呢？我不能理解。来跳我，跳我！我不理解这一天为什么要给我。钱够了。我接好多钱哦，猴哥别走，猴哥往哪走？我接，哎呦我操，这钱这个多呀，出门一波杀一波，这就一件装备了，给我来打个大龙。过来给你们花点钱，快！神装了，来波一 v 五。当然，这打团战也差不多是一 v 五。现在我都不怕控，控不死我。血血，关注你的身体，出来血。哥比把我有点疼了，哥比打我有点疼，他都给我 A 死。基本上不可能一 v 五，我先把他杀了就可以。我先拿暗招把那波比杀了就行了。
到底要干嘛？哇，毁灭攻击！钻入你的身体。是，没蓝了。快溜！算了，那把猴杀了吧。你猴哥也不放我走。下路600能吃着吗？吃不着，然后去打个红吧。他们的蓄意可以装点大地，粉饰墙壁，黑化危机。感觉这个影魔刀好像没什么用，打我不打掉血，对面的 AP 打人都不掉血。猴哥这么要这么想杀人吗？完了，给我盯了，没人钻了。不是哥，那大影魔刀没用，触发不了。打人不打掉血，他妈这 AP。换个春哥。哎。新的发芽。推不下来呀，小龙吧，小龙从下路推，直接上高地费点劲。哎呦我操，波比真猛、啊！那波比老往我脸上跳，没有春哥你这么跳。到时候再兵发两处。